大家好，我是努力升级的纽霍鲁西塔。自从上次我无微不至把皇上感动的血流满面因为升级为邪品之后，我又被搁置了一些时日，估计那老底座传授把我给忘了。于是我从这个神气的不统朝天的大总管嘴里打听得知，皇上跟小杨打完交道后我也就失调了。 Yes， 我的机会又来了。小金轮，小金轮，小金轮，来闻一下。啊，真香。想要把皇上的味觉刺激回来，当然要用最浓烈的大肠。先抓一把食用碱，趁大肠不留意撒它一脸，想留多少取决于你故意多少。用98年的米醋逼出大肠的毒素，佛山无影手，捶它千万遍，直到把香气清为止。像翻袜子一样把大肠翻过来，对于多余脂肪和肠淋巴结要严肃对待。剪刀镊子，油肥膏多少视乎你洗肥多少，擦汗。像洁身换水一样反复换洗，最终我们得到一盘清纯的大肠。大肠入锅煮开3分钟，捞起用油水再清洗一下，拿出一根白辣的大葱塞进大肠，切断备用。再把白齿白口杀人小茴香姜片盐料酒白根香菜大肠夯不浪放进锅里，加水慢煮半个时辰。煮开后捞出锅凉水，把大肠里的葱段取出。大肠要切多长就根据我的传家之宝翡翠玉扳指的大小来精准切块。豪气撒出一把白糖，用油炒到鸡血红的颜色，放入大肠翻炒，均匀裹上糖色。小葱姜蒜末，还是那瓶98年的米醋，多多的料酒和适量的水，慢煨大肠，让其入味。胡椒粉管够，但杀人粉和肉桂粉就千万别多了，你也不想炸出一锅要被大肠吧。靠到大肠变成红琥珀色，这时候拿出我的秘方鸡精粉，提升大肠味道的丰富度。最后再来一点没有赞助上的花椒油，翻炒均匀后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嗯， nice， 这道处处能触发着人类感官的九转大肠，味道包含了咸香酸甜苦辣，色香味俱全，皇上吃了一定龙颜大悦。皇上，臣妾为你做了一道菜，好让你胃口大开。内气王中无敌，爱妃你真是体有事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，谁叫谁都在等待呗。吃吧皇上。